最新一期的《我家小两口》请到了吴昕作为观察嘉宾，一直在快本上和他兄妹相称的韦家上来就对吴昕发出了灵魂拷问。在被问到理想型时，吴昕表示希望拥有节目中男士的所有优点，被大张伟回怼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。吴昕赶紧补了个彩虹屁，说还想要大张伟的幽默和韦家的周全，结果大张伟直接就来了一句，这么好的男人为什么要找你。虽然大张伟的话有点狠，但也说出了吴昕找不到对象的真正原因，那就是吴昕的择偶标准太高了。不过要求极高的吴昕也有过动心的时候，在被李维嘉追问恋爱中的禁区时，吴昕表示自己的雷区就是事业，男朋友不能因为吴昕要和男艺人互动就干涉他的工作，因为如果知道自己把持不住的就不会接这个工作。被维嘉反问，你也有把持不住的时候？吴昕差点下意识地说出这个人。网友猜测这个人是和吴昕一起录过恋爱真人秀的潘玮柏。当年吴昕和潘玮柏不仅在节目上满是粉红色泡泡，录制结束后两人的互动也很频繁，吴昕会对潘玮柏动心也不是不可能。